弓，弓是什么？弓是，是我们，对，弓是我。那我们做了多少弓？假设我们做了弓呢，那一定有某个东西得到能量，对不对？对方得到能量。我会消耗能量，这就是功。我做功是功，做功的过程当中，实际上是把能量做转移，我把我的功，把我的能量转移到对方身上，这叫做功。那加尔他发现功跟力，还有跟他同方向力同方向的距离有关。譬如说他做实验很简单，譬如假设我们摆个物体，举一个高度。当他落到地面上去打一个钉子或打一个木桩，发现这个高度越高的时候打得越深，这重量越重的时候打得越深，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两个相关的一个因素，功跟力相关，功跟距离相关，而且是同方向的距离，跟示意同方向距离。也就是什么？我们常常讲一个例子，就是说，假设我拿着这个板擦，我现在施力要抵抗地心引力嘛，所以我的施力是向上。这时候如果拿着板擦让水平移动，我们做功，就没有做功，因为这是90度。就说假设我现在拿着板擦离开地面，可是我是往这边移动，也就是往这边施力，不是往这边施力 ，sorry， 我是往这边移动，我有个距离，我的力是往上的，我让它形成一个等速度运动，这是等速度运动。因为它没有加速，没有加速，按照我们刚刚讲的，没有加速度表示什么？它往这边等速度移动，表示什么？表示它这方向有没有？就没有等，这边是等速度嘛，没有加速度，表示这个方向就没有力，对不对？这方向就没有力，所以它力只有在维持它取代空中的力，是维持抵抗的地心力，但是它水平移动是没有加速度的情况。我们可以说水平是没有力的，这个情况之下呢，我所施的力有没有做功？因为它所前进的距离是这个方向 S， 这个力跟这个方向是成了90度，好，没有做功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想一下，假设我的力转一点点方向，我转到这个方向的时候，我有没有做功？在定义上就会变得有做功，怎么说呢？或者是换个角度讲，我是这个力的话，假设我同时间会分成两个水平，一个水平分力跟一个垂直分力，垂直分力要是要抵抗地心引力嘛，我的水平分力会让这个东西就开始有加速度了，这东西就不会是等速度了，变成有加速度运动，也就是说越来越快。当我一样运动了一个 S 距离之后，想必我这边的速度是比这边快很多的，这时候它能量有提升，它能量提升了，它本来只有这个速度，它变成后面的 Big Bang 的速度变快了，然后它能量提升了，它能量提升是谁给它的能量？当然是我这个施力给它能量，所以这个力就给它能量了，原来这个力是没办法给它能量的，这个力只是抵抗地心力而已，这是抵抗地心力，它必须是水平方向力才有办法给它能量，所以这水平方向运动这个 S 距离，所以它的功，我做的功什么？就是 cosine theta 乘上 S， 是不是？ OK， 好。但是我们有时候在想象说，这个。我们如果只是运算，在运算上面，我们就想象上也没有用。我们就把力找到跟它是同个方向的力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找到说所谓的这个力跟运动方向相同的方向，平行的方向，把这两个乘在一起，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所做的功能。好，那在空间中，我们去运算它。我现在有个物体。我给它作用一个力，让它形成一个这方向的运动 S，
那我所做的功是多少？怎么算？求西塔。现在西塔角先有出来了哈，西塔角，假如西塔角出来了呢，然后呢？然后算，算对。这有几个做法，第一个是我们先去考虑，我们沿着这个方向的分力有多少。啊，也就是这个地位是多少？在这个同一面嘛，这都是同一面哈，是 F cosine 西塔，对不对？再乘上我们的速度，方向，运动方向，所以这是什么 ？S， 对，我们这讲的是大小。啊，如果以存量来看的话，它就是 F cosine 西塔乘上。S 大小，好了，那这东西在数学上叫做什么？是不是叫内积？是不是叫内积？所以假设我知道这个点的方程的位的向量大小，我的乘积有一个等于什么？等于什么 ？X1 X2 加上。Y1 的内积大小，我就不尽量知道它的角度了，夹角是多少。我只要知道它的大小，在空间中的大小就可以了。然后那你们想说，那空间中大小怎么去决定呢？我们来想个例子啊。假设我有个物体。在水平面上，我施了个力往这边，我的力呢，假设是，我们讲三四五嘛，对，这不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吗？三比四比五这一个直角三角形，我施的力是这个方向的力，我的大小是五牛顿。好，我走了个距离。是走了十公尺。好，请问我所做的功是多少？四十，大概是不是四十？啊，首先我们刚刚取它分力嘛，分力实际上就是五分之四嘛，五分之四乘以五，所以是四牛顿。四牛顿乘上距离是十公尺，就是40公尺。那如果用向量来表示的话，我的 F 会等于什么？F 会等于43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那我 S 是等于什么？10米，对不对？那我直接我的功是等于力的向量 dot 距离的向量，是等于40加上3乘以0等于什么？40，都是焦耳，单位是焦耳。OK， 所以这是向量的做法，也可以很快就得到我们的要的结果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个题目了哈。有一个物体，它放在地板上，这个物体跟地板上是有摩擦力的。我现在施个力给他，这个夹角有个夹角，夹角是30度，然后力是10牛顿，这个质量是 m 等于2公斤，好。我现在不知道的东西是，我现在不知道的是 μ， 摩擦力是多少我知道，摩擦系数是多少我知道，可是我知道我走了 S 是20公尺。好，第一个问题是，我做了多少功？
做多少功应该怎么开始下手？嗯，缪斯动摩擦。缪斯动摩擦，对。想一下。你好。老爸，你给想一下，这边的数学应该是还好。我真的想要怎么管动摩擦，把它解掉。你不要管动摩擦，你没有管动摩擦。做功通常讲的是说我施了多少力，它改变多少距离，就只有这样子。假设我今天施了十公斤的力，它没有摩擦力，但它只有抵消，它只有让我前进了五公分。我还是用我的力去，因为我还是消耗那么多能量啊，我并不会说因为我。可是一样是代表说我反映出来的结果不直接等于我的功啊。对，因为有些功跑掉，有些功转换成一个，转换成别人能量跑掉。所以我不能直接拿二十去乘啊。乘什么？乘那个分力啊。当然可以啊，为什么可以？这对我来讲是这样消耗掉。对我来讲应该是这样想，我就是这样想。可你二十是被摩擦力减掉多少钱？对，那是摩擦力消耗掉的部分嘛，摩擦力消耗掉它的能量，可是我使出来的能量还这么多啊，我并不会说因为摩擦力我的能量就比较做的比较少，我做的功会分到两个地方去，我做的功会分到一个是增加这个物体的动能，一个是摩擦力消耗掉的热能跑掉了。对不对？是啊。这是问题一，问题二。问题二是，假设它的墨数是，假设它的墨数是每秒六公尺。好。为什么不是？为什么只有六公尺？就摩擦力消掉一些能量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要问你，摩擦系数是多少？好，当然是你还可以问一个事情是，摩擦力做了多少功？
看过程啊，你看过程对不对就好了。系数是用乘的吗？哪个系数？系数是用摩擦力的乘系数。摩擦系数，摩擦力。乘上。那什么？乘上力。乘吗？乘上，咪吗？啊、哦，这是 N 哈、哦。乘上力乘上 N， 乘上咪。刚刚这正向力不是原来的 mg 而已，这正向力要扣掉一点点，跟你 mu i 等于听得到？听得到。我不确定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哦。啊，我们的功等于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它是这边的分力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就把 F 乘上 cosine 30度，再乘上 S， 这等于什么？十乘上 m 是根号三，乘上 S 是多少？二十，就得到。100根号3的。因为你所做的功理论上等于它所得到的能量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能量多少。这个东西加在一个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动能就好了。它的能量是什么？二分之一 mv 平方，对不对？二分之一乘上二乘上 v 是多少？六平方也多少？36。哎，我试了170焦耳，结果它只有得到36焦耳。中间少了134焦耳，跑去哪里？134焦耳是摩擦力耗掉的，对不对？摩擦力把它转换成热，所以我知道134焦耳，我也知道了。那我可不可以算出摩擦力是多少？对不对？我既然知道我的摩擦力耗掉这么多功，所以。就摩擦力来讲的话，摩擦力所做的功是不是也是等于摩擦力乘上距离？嗯，对不对？所以是等于134就会等于摩擦力乘上距离，距离多少？20。所以我的摩擦力就会等于什么？20除过去，134除以20，等于什么？6.7左右。对，6.7牛顿。对，摩擦力是6.7牛顿，那我们就知道摩擦力等于什么？正向力乘上缪嘛。而且我们知道正向力是什么？不是，摩擦力是这个重力要减掉向上的力。对不对？它正向力只剩下一部分而已，它扣掉这正向力又把它举起来，这就等于什么？十。二乘上 g 减掉。十乘上 sin 西塔，对不对？再乘上 mu， 所以这里面等于什么？20 g 条就十了，减掉十乘 sin 是五 mu， 对不对？就等于15 mu， 15 mu 等于6.7啊，所以 mu 等于什么？6.7除以15，对不对？大概是0.4左右。OK， 好，所以其实这个题目还 OK 了，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知道说，在我施了一个力所做的功，它会耗掉哪里去？那这些东西是摩擦力的影响，那实际上摩擦力所做的功都变成什么了？都变成热跑掉了，
所以大部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任何事情，你可以很难想象是大部分都转换成热，然后就跑到空间，就跑到宇宙里面去。啊，就包含车子来讲，车子的移动，它燃烧引擎燃烧爆炸产生的动能，不是全部转换成轮胎移动整个车子哦，它大概60%到70%全部转换成热跑掉了。全部从它的热跑掉，就是你会觉得，假设我今天好不容易一部车，而且是你要想，车子那么重，我身上里面的人跟车子这么比起来，可能才占了不到30%啦。车子大概一吨，假设里面坐一个人，有时候一个人，有时候最多4个人到5个人，好，就算坐5个人，一个人讲平重量是60公斤，对不对？5×6=30，300公斤那里啊，你必须用一吨的铁去载300公斤的东西。去到某个地方去，实际上车子大部分能量有1/3。假设我现在有耗掉1万焦耳的能量，去移动一部车子，实际上我只用了400焦耳去移动这部车子而已。那400焦耳里面真的有效的呢，是里面的重量，假设是1吨1.3，1300公斤分之300而已啊，我就这300是有效的能量，剩下是用了移动铁嘛。对，实际上这样子乘起来，大概只有用到10，也就是我们耗掉1万焦耳的能量，实际上里面用到真正的有用的人的身上，只用1%哦，就1%而已，就1%的能量是耗在把我们的做移动的，实际上大部分都是消耗掉的。都是变成热不跑掉，这么浪费，对，所以尽量，尽量不要开车，尽量不要开车。好，OK， 好，来看一下功率哈。我们知道功之后，我们要想到功率，那功率是什么？在讲到这个"率"这个字啊，我们就要想到一个事情。像我们在物理上用到这个率的时候，通常它是跟一个东西做比较。好，比如说这个速率，速率是谁跟谁比较？时间。啊，是速率是谁？率的意思就是比较嘛。啊，速率是距离跟时间的比较。对不对？那功率呢？是谁跟谁的比较？是功跟时间的比较。OK， 所以我们把功跟时间来做比较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得到功率。功率实际上经常用，功率是用来我们评估一个事情比较有效率。比如说啊，我假设去买吹风机，这个跟你讲说这是1300瓦，这是1000瓦，它代表什么意思？吹比较烫。哎，谁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温度升得比较高？因为他可以在短时间做了1300焦耳的功。他假设先告诉你说，我的功率是1300瓦跟1000瓦，差别在哪里呢？你从它的定义上来看，功率等于功除以时间嘛，所以它的定义也就是每秒所做的功。相对于速率来讲的话，速率的意思是距离除以时间，所以它意义是什么？它意义就是每秒所走的距离，啊，每秒所移动的路径，对，它的意义就是每秒所做的功，每秒所做的功。所以看到一个吹风机，它是1300瓦跟1000瓦，差别在哪里？1300瓦会比较容易产生热，假设你需要高温的时候，它就可以产生比较高的高温。好，那如果你去买灯泡，哦，传统的灯泡，灯泡如果它告诉你这是100瓦跟20瓦，你会觉得哪个比较亮？哪个比较亮？比较亮。好，但灯泡主要的目的是要把能量转换成光呐，啊。但是因为现在，那我现在讲的是白炽灯泡，就是传统的白炽灯泡。
麦克风它靠温度去转换成热，转换成光，所以它很直接是它的瓦数代表是它亮度。但是如果说白炽灯泡跟我们家的所有的省电灯泡，或者是 LED 灯泡，那又不一样了。省电灯泡跟 LED 灯泡，省电灯泡实际上是日光灯的变形啊，是日光灯的变形，它只是透过一些技术，它把它用荧光的方式去产生更多的光，所以它不是完全用热，所以你去摸。日光灯的灯管跟灯泡来讲，假设灯泡是100瓦的灯泡，基本上你很难去碰它，很烫，非常非常烫。甚至在用的时候，有时候你不想碰到水，那个灯会爆开，因为它非常烫，而且它玻璃很薄，所以它碰到水的时候瞬间冷却，它收缩的关系，它就会爆开。可是日光灯不会，日光灯没有那么烫，日光灯你关掉，基本上就可以把它换掉，就不会那么烫。好，那如果 LED 灯的话，就更不会烫，它转换更多的能量到光里面去，所以为什么这次的诺贝尔奖是有 LED 灯，帮 LED 灯那个拿诺贝尔奖？以前没有这个经验，以前大部分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都要给那个物理学家，所有的物理学家不会给应用物理学家，那这次给 LED 灯，因为他说表彰这个，他发明什么？他发明蓝光 LED。好，蓝光 LED 为什么很重要？因为一开始先发现的是红光 LED， 接下来发现的是绿光 LED， 蓝光是最难的哈，最后发现蓝光，那这三个加在一起就变白光，所以白光 LED 很重要，是因为有白光 LED， 我们就可以取代我们现在目前照明系统。好，那白光 LED 灯，基本上同样白炽灯泡，假设是100瓦的话，白光 LED 灯大概只要用5瓦或7瓦就可以取代掉了，就可以我节省，你看我可以节省多少？可以节省在95%的能量，都可以节省起来。目前来讲，全世界大部分的能量，民生用电，大部分民生用电还是用在照明。啊，你想，哦，没有啊，我们家应该比较耗电的应该是冰箱啊，应该是电锅啦，可是电锅实际上一天才用可能半小时一小时而已，对不对？冰箱是整天在用，可是冰箱如果现在好的冰箱啊，如果你的保温做得好的话，它不会一直开动。对，通常停到大概一小时它滋，那就停了。嗯，因为它感测里面的温度去做的。对，它温度不够它启动嘛，啊，它只要保温做得好的话，它不需要一直启动嘛。啊，那我另外比较耗电是晚上的，夏天的时候可能吹冷气，啊，或者冬天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吹暖气，这是比较耗电的。那除此之外，接下来就是照明。啊，你想照明，假设我们以前都用日光灯的照明的时候，客厅需要至少6盏日光灯吧，厨房用4盏日光灯，房间每个房间至少3盏，啊，你加起来看多耗多少电。像在美国很奇怪，他们喜欢用白炽灯泡，还是说他们换的比较慢？因为那时候住的时候，他们比较有情趣。我不知道，大部分都还是用白炽灯泡，哎，白用这种日光灯，就昏黄这样日光灯。啊，然后现在如果换 LED 灯的话，你可以省掉这么多的能量，所以实际上对整个是很有效果的。我那时候一个朋友，他在大陆，他们在做的事情很有趣嘛，你是公司，然后我去帮你做节电，你不用花这么多钱，我帮你做节电，我帮你整个系统做改善，你不用花这么多钱，那我算什么？我就跟你节省电的。对，我就跟你谈，假设你节省的电呢，节省了10000块钱的电，我就给你收1000块。啊，你想这业主赚高薪，我赚9000呢？对，我一个月可以赚9000呢。不管怎样都是。对。假设我可以省10000块，假设可以省100000块，我就赚90000了。啊，他我就赔了10000块，而且这10000块本来就是无中生有，买下来的。对对对，我就多了。然后他们怎么做呢？他们只做一件事情，他就把他所有的灯抛出的日光灯全部换成 LED 灯，他就够了，他就饱了，他就够赚了。啊，所以真的是，LED 灯还蛮省电的，有机会可以。但是我听说了 LED 灯有好的跟不好的。我们家就做 LED。啊，真的吗？嗯、你
你们做 LED 灯的、啊？我们家做 LED。你看啊，那我们家需要灯。LED 灯，我不太清楚，因为我听说大陆那边很糟糕是什么？他们去拿人家 LED 灯的那个淘汰品，就反正我是老板，我不管你员工用什么灯，因为你不好的灯，听说还是有一些照起来会怎样怎样，就是有些辐射线啊，或者是比较不好的，对视力很比较不好的一些频率频带，那他理论是要被淘汰的，但是他就把它收集去。专门去买人家淘汰品，啊，反正我是节电公司啊，我要赚钱，我要赚钱啊，把你换掉了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我把全部换成 LED 灯啊，啊，你看了不舒服是你家的事哈。因为那种灯泡它其实也是跟传统灯泡比起来，它还是会省电，还是会省电，对，还是省电。所以说被受害者其实觉得，哦，好爽，我电费那个价格降低了，他觉得好爽好爽好爽，不知道爽什么，就爽就老板，老板没有在照那个灯，但是他又是这。对啊，所以LED 灯是好了，但是就是你们。最好你要是买有品牌或者买那个已经就是它有上面一些检验合格的，你不要买那个白牌的，有些人是淘汰品，他就是随便挂个杂牌就卖出去，或者甚至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检验标志，可能在夜市卖的，啊，那就不要买，啊，好，那所以功率就是意思啊，我们每分钟每秒钟所耗的电叫功率哈，啊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功率的定义，这样 P 等于功除以时间。那你们知道功能什么？功能力量乘上 dot 距离嘛？我们用 S 等于时间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看起来看成什么？速率。所以我只要把功乘上速率，我就可以得到功率了。啊，这是一个存量哦，这代表的是一个值，它没有方向性的，就是一个值。能量是没有方向性的哈，能量是没有方向性，能量是个值而已，是个只有大小而已。所以呢，好，那假设我们先看那个一个球从空中落下，地球有没有落空？有。地球有没有落空？那我们可以说在每个时段它的功率是多少吗？可以。做，其实很简单，它做了多少功嘛？对，他做了多少功就好啦。所以假设在某个时段里面，他移动的距离是 h， 对不对？他移动距离是 h， 那我说他在这个阶段他所消耗的，他做了功之后就消耗所消耗的能量嘛。他消耗了什么？他消耗了位能，对不对？他消耗位能是多少 ？mgh 嘛，他消耗这么多位能。假设这段时间他所需要的时间是 delta t， 我只要除了 delta t 就好了。对不对？所以我的功率就是 m g delta t h， 这是什么？这是速度？速度？可是什么速度？你可以知道这是一个自由落体嘛？它的这个速度跟这边速度绝对不一样啊。所以这是什么速度？加速度。这是平均速度。是吧？是平均速度哦，所以我们这边所看到的是，这叫做平均功率，这是平均速度，哦，对不对？因为就这个想法来讲，哎 ，v 这个想法来讲，我速度只要一直在改变，我速度在改变的时候，我所得到的功率结果是不一样的。可以稍微想象一下，这个粉笔从这个点上。放下，在这一点放下那一刹那，我的功率是多少？毕竟你所做的功率是多少？零。对，因为它不动嘛，它那一瞬间它的速度是零嘛。好，哪一个点速度功率最大？在碰到手之前。在碰到手之前嘛，那你换个角度想也合理啊。它落下那一刹那，我如果就在那一个板子顶它，这板子会不会有痕迹？基本上没看到什么痕迹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如果距离越远越远很远很远，这是钢珠掉下来，至少会有一个小凹陷，它有做功，它功率做得出来，它功率很大，对，它可以在很短时间做出很大的功，在这么地方呢落下来，它基本上功率很小，就算碰到我那个瞬间，它能做的功很少，好，很远的时候呢，它瞬间所做的功很大，跟它的 v 有关系，速度越大，它功率越大，好。
也就当它落下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两个事情。第一个事情是我问你，这段时间所做的功，你只要知道它移动多少距离，去除上它所需要的时间，你得到的是平均功率。那我问你说，在这一点，它所做的功，它的功率是多少？这时候问的是瞬时功率，瞬间的瞬时功率，就是这一刹那的瞬时功率。那什么？不就是很简单，就是 F 乘上 V。F 是什么 ？F 就是 mg 嘛。嗯。那 V 是什么？速度。速度啊，这时候速度是多少？可以算了，可以算了。我们有个结果。好，假设我们知道它的重力加速是 g 嘛，对不对？它落了一个距离，假设我知道它几秒之后，那我就知道几秒之后的速度是叫做 gt 嘛，对不对？这时候可以乘 gt， 就叫 mg 平方 t。这是一个做法，我知道时间的时候。那陈慧香要算的是，假设我知道 h 呢，三公尺后、五公尺后那一点的瞬时功率是多少？我可不可以知道？我从一个石头，那个石头从窗外掉下去，落到地面那一刹那的瞬时功率是多少？这是我只知道高度啊，对不对？我是要从 h 来看。这时候只转换了，我把 t 做个转换，所以我们要先算出 t 就可以了。啊 ，t 是多少 ？t 等于。t 等于。二 h 除以什么 ？a 啊 ，g 啊 ，g 开根号对不对？这怎么来知道？这是 h 等于二分之一 gt 平方。那 h 等于二分之一 gt 平方怎么来的？这是从 bd 图来的。我这个加速度是 g， 对不对？我一个时间之后 ，t 时间的时候，我这边速度是 gt。我这个斜边 t 所代表的是我的距离，对不对？所以是 t， 这是 gt， 所以是二分之一 gt 乘 t 等于二分之 gt 平方，这个呢是我的距离 h 啊，所以从这边推导到 h， 哎对不对 ？t 等于这个东西啊，那带进去，我的功率就等于什么 ？mg。平方乘上根号 g 二 h， 所以等于什么？有点复杂，有点小复杂，会不会小复杂？我看啊，等于二 m h 乘上 g 三吗？是 g 三吗 ？g 三吗？啊，或者是 g 的二分之三次方，对，二 m h g 三是二分之三，那是这把记，这不用记，这千万不要记，或者记不起来，这到时候推导题就好。啊，好，这是功率的部分。那功率还有另外一个做法，就是什么？我们如果说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